早安，我是布卡老师，欢迎收听职人早餐会，用一杯咖啡，一个话题，半小时的晨光，让我们一起聊聊每个职业背后那些看不见的设计甘苦谈。今天我们邀请来喝咖啡的是我们帅斯家具的二代高银红小姐，请她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大家好，我是木工厂的女儿一红。哎，对，我们今天邀请到木工厂的女儿，讲到家具啊，哎、最近的地震真的好多、哦，不但是有七。 七级的，六级的又连续一直发，而且每次都是很奇怪，都是那种半夜两点半左右在摇，这到底是不是什么神秘的讯号？但是 anyway 不管它。小时候我们都，<laughs> 对啊，对啊对、啊、对我、啊、不管它。我们小时候都有教过说，说遇到地震的时候要做什么，要赶快跑到餐桌底下，然后躲好，然后抱住头，这样才是安全的。可是啊，现在重点是你这家餐桌，你的家具要够坚固啊，不然东西掉下来，你不能保护它怎么办？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会特别邀到这个帅斯家具的木工厂女儿，是因为他们家的家具超级坚固，他们是在桃园已经做了四十七年将近半世纪的家具工厂。那他们的家具呢啊不但卖卖遍全台湾，还有外销。那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厉害的记录是这样子：我们台湾的幼儿园啊哦、呃、有一一一年这个记录，它总共有六千六百多家。 可是很厉害是，每五十家就有一家是用他们的木工家具，而且连里头的木工教材教具都是他们家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我们儿童界的实木家具里面，他们市占率超高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而且啊，他们的家具历经了这么多年，好家具的地震啊，或是水灾都没办法破坏他们家具，真的是很坚固，都是一个像是守护家的这样子一个呃道具在里面。 那我觉得今天就让我来好好的请我们木工厂的女儿高怡红小姐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哎，那是不是可以先请怡红简单自我介绍一下？Hello，大家好，我是怡红，我是木工厂的女儿。那很荣幸，就是今天有邀被受邀请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木工厂这过去将近五十年的呃故事。哎，那我们就来先问一下哈，因为你们家的。 第一个强项就是坚固嘛，哈<對>，对，超级坚固。堅固因为刚刚我在跟他聊的时候，他就很骄傲的说：“我们家的家具啊，那个就是永远用不坏。”很多客户都有这样的回应。<laughs> 我说：“这种就是好事也是烦恼，<laughs> 大家都用不坏，你们怎么卖新的？”<對>他说：“他说没有关系，我们就是标榜我们东西坚固耐用。”那我可不可以先从呃，哎、欸，怡红，我想问一下哈，因为听说你现在有自己的品牌嘛，那你回来做自己的品牌多久？ 那为什么？因为你们家都是一个半世纪的老品牌了，又做的这么资深，市占率又高，那为什么会想要自己做一个全新的品牌，而不是投入旧友，就是原有去帮忙家里面呢？啊、呃，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其实新与旧的并存是非常好的。那我希望就是传承我父母那一辈的精神，结构要安全扎实，但在面临我们新时代这个呃。 年轻人喜爱的家具方面，我们可能需要再加入一些，比如说设计上面的创意，让它再年轻化。所以，一个五十年的工厂，我们需要让它有一个嗯、呃、新品牌、新气象来做通路的行销。因此呢，这一个品牌它的创立是在于设计跟嗯通路的经营方面而创生、而、呃、创造出来的。哦，哎，对，这我其实我觉得好像很多的二代回到公司里面都是要。 改革要走行销，走品牌哈，啊，第一代就是很务实的，<laughs> 我就要把东西做好就好，这感觉起来就是一个一二代传承蛮重要的一个着眼点不同哈。嗯、呃，但是我很喜欢我爸爸妈妈他们呃传承下来的品牌精神，我们的、呃、板材要扎实，结构要安全，所以他希望我们就是对客人这方面的话。 要有平时的价格，所以他们总是会重复我们品牌的三十精神，就是相遇要诚实，价格要平时，呃，材料要扎实。所以我一直把它记在心里面。那呃，当然这样子的东西进入了一个五十年后的状态，有非常多的自媒体已经开始蓬勃的发展。那现在年轻人到底喜欢什么？他们会喜欢五十年前的造型吗？或许我们就是必须要再去思考这一点。 因此，我就想说，那我喜欢爸爸妈妈的东西，但是我要给他一个新的状态。我并不想要毁掉原来的，我想要保存它。那我的新的状态，我自己的新的实验，我就来一个新的名字去开创它。因此，这两个品牌就开始并存了。嗯，对啊，而且还有呃，应该还有原因，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二代回到家里面状况是，原来的系统其实就已经非常完整、很知名了，你硬是要去改它，其实。 不一定改得成啊！你你不太需要去放弃旧的东西，<错>其实你是要再开一个新的副品牌或者新的。有时候有一天这个副品牌可能会走得比本来的品牌还要更好，因为他用新的观念，然后去配合新的时代要的审美啊，嗯、或是内容。哎、嗯，那这样子我是不是可以聊聊看？嗯、因为既然你们家这这么有有历史，然后又做这么久，你小时候会常常在工厂看到爸爸妈妈做事吗？ 哎、欸，其实我小时候不常出现在工厂，<laughs> 爸爸妈妈其实把我们保护的蛮好的，所以他就是要我们每天就是乖乖的上学，然后上一些才艺班，然后每天呢按时的做功课睡觉，所以我的童年呢基本上就是在保姆跟家教的保护照顾之下成长。那呃，我长大之后有去想说，哎、欸，怎么会爸爸妈妈这么忙啊？后来当我 投身到这个家具的工作之后，我才发现说真的很忙，因为我们要不停的去研发产品，然后去开通路，去服务客人，然后想要把一个白手起家从零到有的企业做起来，其实不容易。所以小朋友这方面当然就是我啦，他们是觉得说，哎、欸，木工厂可能危险，小朋友不适合在那边跑来跑去，所以因此我就比较少出现在工厂里面。 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可能爸爸妈妈的想法也是说，自己做工厂啊，或做工程，其实就是很辛苦，很辛苦。嗯，没错。然后总是会希望自己的宝贝女儿，可不可以以后做个轻松舒服的工作，<对>让她好好念书。哎，没错。结果最后还是回来了是。对，就是去国外走了一圈，<laughs> 最后还是又回来了。可是回来的观点就不同啦。对，没错。哎，那这样子你是会有很大要。 接班的压力吗？还是其实你们也有兄弟姐妹接班，不一定是你一个人要扛下来所有的事情。嗯、呃，基本上呢，就是呃，小时候其实已经有想过说，哎、欸，爸爸妈妈创业这么辛苦，我要怎么成为一个可以接班的人？我有这样子告诉父母，可以分爸爸妈妈的辛苦，这样子对对，没错。然后接着我我妹妹最近他们也呃结婚成家嘛。 然后很很开心，就是家里又加入了新的成员，可以一起来做我们这个家族企业，<laughs> <laughs> 这样也很好。我觉得有时候这样，爸爸妈妈应该会觉得很欣慰，就是分担了，努力了这么多的，然后哎，女儿都可以回来帮忙分担。而且你知道，女儿回来分担，有时候会买一送一吗？哦，对。 背夫非常的棒，会会买一送一，这、就、个、是、还可以多一个。哎，有时候儿子、嗯、儿子出去还不一定可以买一送一，有时候还会被别人带走、哦，有可能。<laughs> 所以你看，现在生女儿不错，还可以多、哦、多加一些回来。哎、哦欸，那其实像早期这样看木工厂回来以后，一定是看到不一样的整个的不一样的感觉。那我想问问看，就是在你成长过程中，有时候听听家里面可能总是不知道爸爸妈妈会不会讲一下工作上的事情或者遇到事。 有没有什么听过呃印象很深刻或是有趣的小故事？嗯、呃，印象很深刻的故事，因为其实最近老实说地震频繁嘛，所以当我在呃在想今天的访问的时候，突然我想说，哎、欸，那不如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地震时我们我们这边发生的故事，就是在九二一地震的没多久，就是在一九九九年那个时候。 我们工厂呢，就接到一通来自南投灾区的感谢电话。那电话那一头就是一个父亲，他说：“谢谢我们，我们的家具很坚固。他很高兴买到帅氏的家具，因为在地震当时他们是来不及逃生，所以他家里的两个小孩子就躲在我们的圆桌下面。然后，避，就是因为东西真的是摇的太厉害了，然后家里的东西开始塌，就是往下掉。那因为小朋友躲在桌下呢，所以他们平安了。” 所以他非常的谢谢我们，因为我们的家具保护他们一家四口，包含他跟他的老婆也是躲在我们的衣柜里面。嗯。不过地震之后，因为家里实在摇晃太严重，所以他的衣柜门打不开，因为东西全部倒了，<laughs> 然后把衣柜门,压到门对，刚好压到门，然后门又很坚固，他怎么样都踹不开。后来他就是很用力，一个大男人,人用脚把那个旁边的脚链给踹踹开了，他们才出来。 然后小朋友就好好的在客厅啊，想说：“哎，爸爸妈妈怎么这么久还没有出来？”对，那因此呢，就是他发现说：“哎，这个东西真的很坚固。”所以他就是打电话来谢谢我们。那我们也知道，因为他的这个呃电话，我们知道说：“哎，我们家具真的做得很好，我们要坚持下去。嗯”哎，这真的是。而且讲到这件事情，我想聊别的，就是我觉得，因为我我自己小朋友在国小三年级嘛，最近地震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小儿子地震一摇。 那个速度之快的，立刻就从椅子上、沙发上立刻站起来，然后就噔噔噔噔噔跑去饼干柜，把那个洋芋片、巧克力还有果汁拿好，然后就跑到餐桌底下去躲好。<laughs> 其实我觉得这样看，其实其实蛮好笑的。但是，但我觉得现在小朋友的学校的教育还不错，就是有教他们这个危机处理跟安全避难。嗯，反倒是爸爸妈妈跟哥哥。 都坐在电视前面继续看我们的电视，好像就不为所动。那边看哦，哎、欸，他什么时候要摇完？就觉得我小儿子躲过去，<laughs> 然后躲着，哎、欸，你知道那个躲的态度有多好玩？就是他真的是有蹲下来，然后抱着头，然后再把洋芋片打开来开始吃。哈紧 <laughs> <laughs> 急避难粮食都准备好了，oh, 其实我觉得他是心情也调试的很好。哎 <laughs>、欸，他调试的超级顺畅哎，然后然后就看人家说为什么你们不过来？Oh. 然后說呃哦，好，其实这应该严格上是爸爸妈妈错了，我们其实应该也要去。 拿包洋芋片多好 <laughs>、啊，没错。<laughs> <laughs> 对，我觉得这个是小插曲，但是我真的觉得这是重，这是真的是重重要的。哎、嗯，那个像你们的家具为什么可以这么坚固啊？是因为它的制作方式或是用的材料什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哦、呃，我们家具的特色就是板材特别的厚实。 然后我们在做榫卯结构的时候，是选择软硬适中的木头，它很适合做卡榫。因为太硬的木头呢，榫头会脆开；太软木头呢，榫头会分开。所以呢，不管太硬或太软，其实都不是很适合。所以我们是选择类似像块木等级的这样子的木材来做家具，然后用像我们以前看那种呃，早期在盖庙的时候的那些。 穿梁啊，榫卯结构啊，我们是用建筑的方式，古代中国建筑的方式来做家具。哎，那我要来补充一下榫卯结构，因为我觉得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榫卯结构。<laughs> <laughs> 我们有没有看到有时候呃，比如说在庙啊，或是一些传统的椅子建筑，即那个椅子桌子，它旁边哈，呃，桌角或每个转角的地方，它其实是有一个像是 T 形卡进去，像我们玩那个积木要卡进去的那个那个形状。 其实为什么是这个形状？是因为早期其实是我们东方老祖宗的智慧，它就是不用钉子，然后它利用不同形状的，呃，我们讲榫接，好、哦，就是用卡的方式，或是去去让所有的木头能够接起来。这当然在呃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工艺，在木作家具上，它是比较有难度的，因为很多新的，我想很多新的木工家具可能。 一些师傅不见得会用，对，都是年轻的，都是在打钉枪，对，就打钉枪。<laughs> <对>然后比较老老师傅以前有经过这种扎实的呃这个木工家具训练的人才才知道怎么去做。那现在大部分应该是像神明桌啦那种那个比较正式的那种传统一点的家具，还会维持这样子的一个技术。新的家具真的是有时候都为了要快速跟省钱，我想讲省钱其实就是直接用钉枪跟。 胶粘一年嘛，对，其实这样蛮蛮可惜的啦。嗯，对，而且用胶粘、用打钉子，其实它会有后续其他的问题。不过这个我们可以后面讲，因为我们今天主要在讲我们传统这个实木家具榫卯结构，它到底有多少的一些好处。那呃，刚刚讲到你们家具都一直都不会坏，那那怎么办？让我买买了一次以后就要用十年、二十年都不会坏，那？ 但我永远都不能换风格哎、欸，这样怎么办？对，这也就是我们客户常常对我们的抱怨。我们的客怨就是说啊，怎么东西都用不花、啊，这样我是要怎么买新的？那我们呢，其实也是笑笑说，因为我们不打算改变这件事啊，因为即使我们的回转率是很低的，没有像快时尚这样可以很快的去抛弃它。但是我们觉得说，这个家具在家就是要保护家里的每一个人。 我们并不打算说，因为要好卖，然后要卖多一点，让它很容易坏。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开玩笑跟客人说：“那不然你来换个新布套好了。”我们春夏秋冬嘛，就换个花色。夏天有凉感布，<laughs> 冬天有耐磨布。我们其实会跟客人说：“那就随着季节啊，把家里的颜色改一下，其实也很好。”那家具的话，老实说，他们其实对家具是有感情的。比如说一张餐桌，可能从小朋友。 嗯、呃，上小学，然后上中学、大学，那张桌子都是陪伴家里春夏秋冬一家人在里面吃饭的一些岁月的一些记忆。上面有一些可能小朋友顽皮啊，会去磕一些字在上面、啊啊、都,都会磕磕啊，会乱画啊。对呀、啊，所以二十年后就说：“哎、欸，这是我小时候磕的这个痕迹还在。”哎，对，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家具呢，就是一个家里岁月的陪伴，然后还有家的家庭成员的一个保护物件。 有有，我我自己家里面有一张书桌，应该已经放了超过五十五十多年了。它不是一个很特殊的款式，那是呃，我我爸爸以前等于是上班工作的时候买的一个书桌，因为那时候也是实木书桌，那普通的款式而已啦，不是说用多高级的木头。但那是我爸爸那时候工作的时候，就是在家里面买的一张书桌。然后后来当然是呃，因为它旧了，然后我爸又买新的书桌以后，自然变成我小时候。 就变成我的书桌，然后我一直用，我从博小一直用，用到应该我用到高中，现在它还是放在我家的一个角落。嗯、然后我就跟我儿子说：“好啦，这张桌子也放了五十年了，那就算你爸留给你的，以后传承给你，你可以继续用下去了。” <laughs> <laughs> 但是那个书桌其实真的是表面弄的磕的乱七八糟，然后上面有放一块玻璃。嗯，嗯但我觉得就像刚刚说的是有感情啦。对，讲真的。 我我我我其实已经很多地方桌子用了，我也不一定是都在那张桌子上用。嗯、可是我觉得那张我就不会想丢，因为毕竟我我爸用了十十多年以上，然后我自己又从国小一直用到高中，那现在没有人用，我只能说儿子以后就留给你们继承吧。<laughs> 传传 <laughs> 家物件，他就会觉得说：“ <laughs> 哦，我为什么一定要捡你们用 <laughs> 用下来的？但是就是会留着有纪念性啊。”嗯，没错。哎、欸，那这样讲到这个地震，我记得你也说了，你们不只是历经历经地震与水灾啊，水灾是水灾是什么样状况？难道你们的桌子还可以当船服吗？<laughs> <laughs> 呃，大概在两千零一年的时候，呃，那时候九月不是有个那里台风嘛？然后、嗯、我记得那次水灾很严重。 然后我们常常从新闻里面就看到说，哇，泡水家具坏掉了，然后要清理好多的垃圾泥巴，全部都从家里的一楼这样清出来嘛。那后,后来客人我们就接到客人电话说，哎，你们的家具泡水了，因为我们家整个一楼都淹水淹到膝盖，你们家具这样还可以用吗？因为它看起来也没有散开啊，它还是家具的样子啊。我们就说没关系，你既然它泡水，你就拿水冲它，就 <laughs> 是拿水柱。 把上面的泥巴什么冲掉，然后刷一刷、洗一洗、抹布擦干净，然后我们再用家里的那个电风扇保持这个环境的干燥，因为整个家都湿湿的嘛。嗯、那我们把整个那个空气中的湿度再调回正常的状态。这个节这个木头呢，因为它是做损，所以它呢是可以依照它的湿度的变化呢，像火车轨道原理，它不是轨道当中都会有一节一节吗？是因为。 呃，温度的关系，它要,要做一缩點,点伸缩的缓冲嘛。对，没错。因为有时候你一条轨道，如果比如说一公尺，呃，一不是一公尺，一公尺太短了。<laughs> <laughs> 比如说一个轨道，比如说一百公尺一支，嗯，然后这样子其实热胀冷缩，你就很容易因为硬的东西顶在一起，然后它就较抗，或者是说它就。 破掉或歪掉，嗯，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段一段一段就会留一点点小缝隙，嗯，那这样子你在热胀冷缩，材料本身就一定有可能变化嘛，对，那你才会有这个弹性，让它不要因为硬碰硬而变形。<对>而就要先讲，这不是因为师傅没做好才留这么多空隙，是故意留的，<laughs> 不然有时候不解释，有些客户在说，<laughs> 哦，你这工怎么这样啊？这,这个 <laughs> 这整排墙面过去，为什么还多边边还会留个？ 零点几公分的缝都不搞填满，我填满填满,填满以后，以后就会膨起来啊。哦、oh, 啊，但是因为我们做家具，所以我摸起来还是要非常的平滑，嗯，就是摸起来是完全无接缝的状态。但是它有没有伸缩缝呢？事实上，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已经留了伸缩缝，所以当这个家具它泡水的时候，它是整个一直膨胀嘛。那当它水分散失的时候，就是已经又回到自然状态的时候，它整个又缩小了嘛。所以这个家具其实它没有坏，它就是只要把它。 风干了，它就是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哦、嗯，那其实这真的是因为卡榫这种做工就就不不一样，它有这样的弹性。嗯，哎，那我想问一下哦，刚,刚讲的都是以前听到，就是可能家里这样的故事。现在你自己出来做了嘛？创新品牌？那有听？应哎，你出来创新做品牌做几年了？呃，我大概回到家已经二十年了，开始从事这个家具设计、家具制造。 二十年，但那其实也不能算是很短的时间。小心偷我的年纪。<laughs> 没有啦，你就是，哎、欸，木工厂的女儿，你可是幼稚园毕业就开始创品牌的吗？好,好,好，对我现在就是十二岁开始做，<laughs> 现在也不过三十几岁而已 <laughs> 谢谢，谢谢，你太善良。对，刚刚有讲幼稚园以前不去木工厂，<laughs> 幼稚园以后就会去了。对对对，没错。哎、欸，那个，因为我想问你是说，那你你自己的新品牌算是你是二十年前回来就开始做吗？还是这几年才开始？ 做新品牌，呃，我创这个新品牌大概是二零一二年吧，就是有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哦、因为我想说，诶，小朋友很喜欢咬东西，因为在长牙子的小朋友，然后如果他去咬一些很多漆料的家具啊，会不会对他身体有影响？嗯、那我那时候想说，那我干脆就来做一个小朋友可以乱咬的椅子，然后对这身体健康什么各方面都不会有任何影响。 所以那时候就天马行空的推出了清涂料、水性油漆的家具，还有一种是完全无无做漆的，就是无涂料的家具。然后我就放到市场上去卖，看一下反应怎么样。果然，没有油漆的家具，一张过去十年一张都没有卖出去，一张都没卖出去啊、哦。<laughs> <對 S 2> <laughs> 然后呢，那个呃，清涂料就是让我开到。 开拓一个新的世界，就到了全台湾的幼稚园嘛。现在有讲到说，大概我们做了一百多间嘛，嗯、就是过去十年中，我们说呃遇到的一些哎、欸、呃老师啊、小朋友啊、学校啊都很喜欢我们的这些东西。那我觉得哎、欸、不错，有有得到支持的这样子啊哎、呃欸，我们刚刚是聊到什么样的主题？我忘记昨天你没关系，没关系，因为我要介绍一下你的新品牌。哎、欸，你新品牌的名字还没讲出来對對對哦，自然型，自然型，对。那你们展间是在哪边啊？ 我们的展店是在天母收购旁边。哦、呃，天母收购旁边，对,对,对然后我们相关的讯息会放在底下的资讯栏，大家可以自己看。嗯、因为，啊、因为我们前面是讲你，呃，就是爸爸妈妈那一辈的新的品牌帅斯嘛，那总是要接回来带你现在做的。嗯、那我本来想说你，你的新品牌会不会没多久？其实听起来也是十几年啦、啊，对，也也是经历了蛮久，而且开拓一条新的路，就是小朋友的一个呃这个青轻组装的这种家具的市场。哎，可是你刚刚讲的一个重点就是。 为什么完全天然，然后完全没有上到任何漆、没有涂料的，是卖不出去的？可能啦、啊，我推测是家长怕脏吧，就是不好清理。但是这过去十年当中我，我我遇到一个我的知音、我的客户，他们真的走进我的店，告诉我说我要无涂装家具。嗯、然后很妙的是，他们是一个德国夫妻。那我也问他们职业，他说他们在实验室做化学分析，所以他们越懂这个化学物质啊。 他们就是越担心说生活里面会有这些多余的东西，所以他告诉我，我们的东西就是要无涂料，所以我就说好，嗯，这个就是我这十年来遇到的第一个跟我订无涂料家具的客户。不会不会，等等我们这个 podcast 出去以后，是 <laughs> 相信应该。 应该还会有第二组，呃、对不对对的，我好期、哦、因啊！真的，我的完全天然，然后无涂料、无涂装的这样的家具，嗯、其实是比较不容易的。嗯，哎，那我再问一下哦，啊，真的人很容易脏吗？老实说，如果我一个。 把手啦、啊，你每天摸它，摸了十几年，那真的是黑到发亮诶、欸。就 <laughs> 我们那个木头，是它是会有油脂嘛，树的油脂会出来，<是>那我们就会简称说，它可能是树的精油或什么，因为它晒太阳跟人皮肤一样，它是会分泌一些油脂，而且它会颜色会变深。 啊、哦嗯，然后这个木头就会越用越亮，所以呢，呃，如果它是无涂掉的状况，我们手又黑黑的啊，我们的确就是会把我们手上的灰尘粘在那个木头上面，然后木头本身又出油，那越用就越亮啦。好 <laughs>、哦，那就是另外一种生活的痕迹嘛，<laughs> 或者是大不了，呃，隔个几年再带回去找你们说要不要表面稍微磨掉一层会有用吗？对，有用，其实磨掉它就像全新的。 那这样子其实就没什么好担心啦、啊。对，没错。更何况我要让它磨到黑到发亮，啊、我想这应该是要我很认真的磨个好几年才能磨到黑到发亮。所以其实我有时候在想说，我要不要附一张砂纸给我的客户，就是说，如果他们真的买了我的无涂料家具，他们就是用家里的砂纸，我我送的砂纸把它磨一磨，然后再送他一瓶保护油嘛，就是涂油嘛，嗯、再把它上个油，那就好了。对啊，而且这个东西在我们工作压力很大，然后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嗯。 那就放空一下，后去抹桌子，感觉还挺<对>还不错的。然后自己把那个家具上个油，这样 <laughs> 其实就会保养的很好了吧、欸。其实讲到让亲爱的东西，因为这几年啦，嗯、我们自己做呃木做装修装潢，很多的客户其实都在跟我们问，就是甲醛跟一三五的问题。嗯，那当然我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今天想要来聊实木家具或实木，就是因为实木相对就比较没有这样的问题。其、欸、实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实木没有甲醛。 我知道它是个很基本的问题，<laughs>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不知道。<laughs> 我们常常也有客户问我们，<laughs> 所以我想说，这应该是对大家来说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呃，原木的材料它本身就是来自于森林。那森林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判别它怎么是天然的状态。我们可以从它表面的年轮变化有深有浅，就表示这棵树啊，它经历了四季，所以它有不规则深深浅浅的年轮，就表示说它是天然的材料。 那又因为我们的家具它是卡榫触工，所以它也不用去担心说有没有什么强力胶之类的东西在上面，这完全没有。那我们想说，那这么天然，就好像说我们今天买了一颗柳丁好了，天然新鲜的柳丁，然后客户经常会问说，请问这颗天然柳丁里面有没有人工柳丁的成分在里面？那我们就很纳闷说，那为什么它要有人工柳丁汁的成分在里面？<laughs> 这是是太多了因为我们的食品,食品安全署应该会规定的那个。 包装上面要写含多少的那个原物料嘛，所以你在天然柳丁里面要不要标注含百分之多少的天然柳丁原汁？那就是百分之百啦。对啊，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很简单啊，因为你在做全天然的东西，它就是百分之百啊。没错。帮我在上面还要标一下柳丁拔开来里面含百分之七十的柳丁原汁，百分之三十的水分嘛，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哦 对，所以但是因为客人关心，所以我们还是会仔细的解释，然后我们还会拿测试报告给他们看，告诉他们说这东西是非常天然的。哇，这样子，对对对，这样大家就对这个有更加的了解了一些。哎、欸，我们现在介绍了这么多有关于原木家具它的呃工法、材料跟制作的特性，其实接下来我想问，因为既然是你有一个新品牌，而且我上次去你们的展示间看到一个我有兴趣的事情是，哎、欸，听说你们现在也把 木工好，原木柜用系结合系统柜的这个工法，所以来来把它整合起来做，就变成一种好像可以变成像系统组合柜的一个方式去制作原木柜。那我可是我看到，其实在现场来看，它这东西看起来它的，它的它的因为有榫接技术，然后它的抽屉各方面，其实做的也算蛮精致的。那我想请你来聊聊，说为什么你会想到把。 呃，传统的木工家具去结合系统组合柜的工法，然后融合出一种新的呃施工方式。嗯，就是跟一般量产不同，我们是希望用刻字化的方式帮客户做符合他们生活机能的柜子。那同样的，我们在做每一个柜子的当当时，我们都是采用一个师傅一一件作品，师傅他从选料、拼料。 做损到完成，还有到府安装都是同一位师傅。因为为什么我们用同一位师傅呢？因为这个师傅他就是诞生这一件像艺术品般家具的的人，他对这个东西是有感情的。所以最后到府安装的时候，我们相信就由这位师傅来做最后的安装，他可以把每个细节都照顾的很好。那嗯，因为。 大部分的人都不太明白说原木柜跟系统柜有什么分别。嗯，那所以我为了要让大家更能够有一个画面去想象原木柜长什么样子，我们可以先把它假设想象成一个系统柜的墙面。好，但是它里面的材料是原木，那它的不同就是它的灵巧性很很够，我们可以按照就是客户他所需要的。诶，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丢给你。 如果是身为设计师的时候，你你会用什么呃方式来帮客户锱铢必较的去设计他的柜子，让他有最好的收纳空间？哦，这个部分，哎，对，现在球丢到我身上。<laughs> 其实设计师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他们是很有很精良技术工艺的一个制作工厂。那其实，在他们交到他们手上之前，其实是需要一份设计图的。 那我们通常都会跟客户做这个收纳计划好。好像举例来说，呃，我们其实会有一个表单去跟客户讨论他的收纳有多少的东西，怎么分门别类。然后我们依照不同的分类，跟男主人、女主人跟每个人使用的习惯，其实我们就会规划不同的收纳区块跟呃大中、中、小还有它的顺序。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对于设计公司来说已经做很熟练的，我们可以很快速的把这些收纳去。 做出一个表单，然后把它转化成设计图面。但是其实我那时候去怡虹的店里面去看的时候，我我所觉得呃感受的是，因为一般的组合系统柜其实有它的质感跟它的快速跟方便性，但是它的表面的面材哦、呃、是比较受限的。然后它的各种的收边跟一些转角，它没办法做到像木工一样做那么细。那可是我看到它的东西就会变成说，它好像有点折中，就是我可以有木工的细腻度，可是我又有。 组合系统柜的一个方便性，所以我就对这件事情非常好奇。当然，我们诶、哎、设计师的角度，我们也会去了解，他说，哎，你全部用实木，然后又这样榫接组合，会不会很贵？其实我们我们一定会帮客户问这件事情，<laughs> 因为我知道系统柜，我我跟跟大家分享哦，很多人会觉得系统柜一定比木工便宜，错，嗯、其实系统柜要看你的。 五金跟分隔用的使用量，如果你的系统柜的五金配件用的非常多的话，它没有一定比木工便宜。但如果你东西是清汤挂面，就是打个格子，然后也没有门片，那可能系统柜就真的比木工便宜的蛮多的，所以它要看内容而定。但进到实木，我知道实木可能材料上应该比较贵一点，但其他加工看起来又比较复杂，那其实会贵。 我当然知道不能不能一概而论去讲价钱，可是其实它会贵很多吗？我觉得是不是以用可以聊一下，由你们来做的优势在哪里？特别是你们又是工厂。其实啊，这就是回到我父母当初创业的三十精神，其中有一条就是价格平时，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就一直秉持着价格平时的精神，即使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发现国外的这些船运非常的高。 但是我们不想把这个客人的钱啊花在这个船运上面，于是我们在世界各国去找合适好的木材，但是又有低价的船运来到我们台湾，让我们继续做这个好的家具。所以，我们呃这些年来都是很用心的在控管我们进料的价格，因为我们希望把好的价格回馈给客户。那在我父亲、母亲他们在做这个品牌的同时。 他们是没有想说要做行销，因为他们就说：“哎，家具好好做，材料扎实，工法扎实，没有需要去做广告。那我们把这些呃省下来部分，我们回馈给客户，就是我们把这个价格低一点给客户。所以他们的想法一直是这样，五十几乎快五十年了都，都都没有去改变这个这个想法。所以目前为止，我们家工厂到现在还没有招牌。” <laughs> 还没有招牌，<laughs> 没有招牌。那幸好我认识你，我才找得到地方，<laughs> 不然我会，哎，走过去我还找不到地方是的。就是默默的在做事的那种工厂，对。那嗯，如果说可以省下一大笔的行销费用的话，其实这是很可观的。那我们把这样子的费用去回馈在我们的客户，所以来跟我们订原木家具的客人，其实蛮惊讶，说，哎、欸，为什么你们的原木柜价格这么便宜？对，这是我们给客人的惊喜。 其实我我这样讲了，我用我设计公司的角度来讲，因为听的听众里面有一些是呃可能潜在的客人啊，或对室内设计有兴趣的朋友，那有些也会是我们自己设计公司同业啊。那个价格我不能讲数字，但是我我这样讲，你家都听得懂。<laughs> 呃，基本上我大概了，我们在在在跟怡红这边配合在应用的报价上，好，就以成本来说，其实他们的原木系统贵。 做起来其实跟我找木工在现场施工的价格是接近差不多的。那也就表示说，我的材料可以从甲板升到实木的等级，我的材料更好一点。然后我的工期施工又可以很多在外面是外面的工厂制作，做成半成品再进到现场来组装，可以减少我现场的施工时间。那价格跟我木工在现场做。 差不多，差不多，好，上下十趴以内，有没有很有吸引力？其实光是省了时间，然后材料又全面升级的提升等级，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诱因。那当然跟系统柜比起来，它会比系统柜贵一些，好，传统那种系统柜贵一些。可是它的完成的质感，好，摸起来的实木感受，那是完，那是跟我们呃，就是用人工的系统柜做出来是不，我们讲应该它不是同一个。 量级的比较，好，轻量级跟重量级是不能放在同一个地方一起上、嗯、上,上场嘛，嗯，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哦，我觉得接触到这样实木橱柜，呃，对我来说感觉到一个应用的很好的一个好处。那我们来休息一下，接下来下一段我要请怡红来跟我们聊聊，他们做了什么样一些创新的想法，好、哦，怎么样吸引年轻人也都来喜爱这样子的传统的木工家具。 我们回来节目这边，呃，因为其实我想跟以红聊聊说，除了刚刚讲这有关于呃系统的组合原木家具啊，或是传统的东西之外，那在一些比较新的好、呃、一些项目上，或是家具或是产品上面，你们最近在研究什么？觉得有什么比较好玩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嗯，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我们用木头吧，原木做人体工学椅。 人体工学也有，哎，我平常脑袋想到人体工学椅，不都是那种黑色的啊？然后要去开模做出来塑胶的那种东西。所以你们是做了有人体工学，但是是用实木来做的椅子。对，没错。哎，跟我们分享一下。那这张椅子做起来，它非常特别，因为我对我来讲，一件好的家具，它不只是设计图要精美，它要在让使用者坐下去的当下觉得哇，好舒服。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概念去做家具。 那这个家具怎么产生的？其实它前前后后出现了三十个 prototype，就是我们的打样，然后我们让所有的员工啊都来办公室里面试一下，做看看。对，大家讲一讲自己的心得，然后这样子的一张人体工学椅，就是透过每一个人每个使用者的感想去做改去做改良，然后去把它做出来的。那这工学椅的特色是它的两个。 它的呃背部的支撑很像一个撑住我们肩胛骨的翅膀，一个支撑，然后它可以顺着我们的脊椎从从最尾端，然后支撑到我们的背部，然后让坐下去的人感觉非常的放松。他说他是算是要让它服帖吗？还是他是不是有一些可以调整的机关？他其实。 没有调整的机关，但是它可以让很特别的是，它可以让每个不同体型的使用者坐上去的时候，觉得都服贴到我的背，这是它特别的地方。哦，这样听起来很特别。那它椅子是同一张吗？还是因为我每个不同的人都要过去那边，像定制衣服一样，我要先量完我的三围啊、身材、体重，<laughs> 然后才可以调整出张椅子？还是你们是一张椅子，可是它其实是它的角度是可以？ 我们其实有刻字化的服务。当我们遇到一个比较高的客户，比如说，因为我们在天幕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呃，就是美国人，他们可能身高会瘦一百八、一百九，有时候甚至两百公分的也会出现，嗯、所以他们想要的椅子或者是餐桌的高度，它都是特别要高一点的。但是我们主要的设计都是呃，怎么讲？我们我觉得啦，以 以好的家具设计就是要符合使用者需求。那我们大宗的客户使用者都是我们呃台湾这边的人，所以我们是符合一个综合的素台湾人的一个身身身材身身形下去,下去对，所以我们才会用我们公司的员工，所有人的员工都来讲讲自己做起来的感觉，有男的，有女的，有胖的，有瘦的。我们集合大家的资料，然后下去生产这张椅子。 哇，那这样子，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是要一定要过去看一看、坐坐看，才能够体会一下这种木头的人体工学椅。对呀、啊，除了这一张椅子之外，<laughs> 你们还有什么好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还有一张比较特别的是半弧形的椅子。半弧形是怎么样的一个？它的靠背是半弧形的状态。那有些人，大部分人认为说啊，要做到一种弯曲的。 弧度的话，可能要用曲木，经过高温高压的方式，让木材去变形，做成弯曲的弧度。但是以我们现在工厂的技术来讲，我们可以不经过温度的改变，就直接用手工卡榫的方式，做出一张很漂亮的弧形的椅子，可以弯曲到一百八十度。哦，对，因为像像有时候我们去看那些，比如说北北欧设计的一些知名的椅子，它就会有那种好像可以弯成 S 型的这种。 木头，薄薄的木头，嗯，它看起来像一层一层，好像那个千层派一样的，一层一层，<laughs> 对不对？千层派，对，这样子折起来，哎、欸、，S 型。可是那个听说这都都都真的是要用高温，就是用温度去慢慢的让它一点一点的变形去，去去塑塑造这个型。<对>但这个也是很有难度的。对，可是今天其实不需要用到温度，就靠卡榫本身就做出曲线的弧度，这也是很高技术性哎、欸。那等于你们就要一节一节的嘛？它是它是算一小节一小节。 为了要让它好看，其实我们尽量少分解，所以它看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弧面，就是可能要很仔细才会看到它卡损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个或两个接触而已。哦，那这样子其实算很细工哈，嗯，那就要特殊的那个施工的师傅才能做。对对，哎，讲、欸、到这里，我就想问，你们有说说，哎、欸，其实你们每个家具都是一个师傅这样是，呃，等于是手把手的去把它完成出来。 可是，像有一些家具，如果比较复杂的话，会不会也是一个家具要分好几个师傅来做啊？呃，会。我们其实，在一开始分配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工分的很细，所以我们是算是家具界的精工。做桌子的，就是做桌子；做柜子的，做柜子。我们如果今天拿一个做柜子的师傅叫他去做椅子，其实他不一定可以做出这么漂亮的弧度。那如果我们今天拿一个 做椅子的师傅来做柜子，他可能会做的很慢，因为不是他习惯的方式，所以我们会按照每个师傅的强项去让他做他擅长的东西。哦，所以其实你们也也变成说，他的分工其实不像我们想象说，好啦，一张就是所谓的木工家具就是一个范围，它其实还分很细，桌子、椅子、柜子都是不同的人，然后他们会去把它钻进去做好它的细节。哦，那这样其实也是一个蛮复杂的分工、欸， 哎，对啊，但对我来讲，好像习惯家常便因为你们做了快五十年，习惯啦。<laughs> 对，哎，可是，等一下我再来问问，这个不在原本题目上，可是我相信大家也很想知道，现在啊，缺工缺料跟这种传统手工艺，你们会不会面临到老师傅不容易找徒弟的事情啊？会呀、啊，这个是我们面临到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师傅他们的手工技术已经四十年了，就是非常厉害，但是他有没有徒弟呢？ 我们也在担心这件事，所以我们就是有从一些呃木工教室的人找进来，一个一个慢慢的培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做新的种子培养的状态。哦，对啊，嗯、因为现在各行各业其实都会面临到，尤其是这个，我相信它是一个比较需要累积记忆跟学习时间比较长的一个技术工程嘛。对，所以哦那个徒弟难找。 徒弟找了教了还要留得下来？对，没错，因为以前呃，就是师傅通常都很严格，所以以前师傅都可以呃，可能大声徒弟吗对，大声的骂徒弟，<laughs> 骂徒弟他徒弟会很认命的就留下来继续。<laughs> 可是现在小孩子可能骂不得了，骂一下第二天就走了。对啊，我们比较成功的都是爸爸带儿子，嗯，在我们工厂就是直接传给他儿子做第二代接班木工艺的接班啊，哦、对，这个是比较稳定的状态啦。 对啦，其实像我们自己在工地也是、嗯、常常看到，不管是泥作啊、铁工啊，只要看到年轻人进来，我们大概就先问一下，哎，是不是你侄子啊、儿子？<laughs> <laughs> 然后，家<人>然后大部分大概就是，如果一个月正常啦，就是一个月后他就不会在那边了，哦、啊，就可能做完工地他觉得太累太辛苦，然后一两个月就不见了。对 <laughs> 啊，真的留得下来的不容易耶、欸，真的。嗯，因为现在、嗯、现在愿意等于是蹲下来去做这种。 第一线最辛苦的工作的人，其实不是说没有，但是真的是不不是这么不是这么容易。毕竟外面的选择还挺多的。没错，真的留下来都是他找到了那个快乐在他的工作里的我想做像你们这样做这种精比较精细的桌子、椅子跟家具，做完应该也是很有成就感哈、哦。没错，尤其是看到客人那种满意的笑容。像最近不是又地震了嘛？对、啊，然后刚好去客人家拜访。 然后就问他说：“哎，你们地震还没事吧？”然后我就稍微扫描一下他们家的柜子，哦，我里面放满的东西都整整齐齐的排着。然后客人就跟她老公啊，就微笑着看着我说：“没事啊，很好啊。”哦，这个这个表情就是我最喜欢的。哦，这个也是我们那个从哎，应该是两个礼拜前那个花莲七七点二还七点几地震的时候，我们每次这种地震啊，什么震一来，第一个动作就是开始联络客户：“哎，你家没事吧？你家没事吧？<laughs> 你家没事吧？你家没事吧？” <laughs> 哦。 还好我们家做事情也是够扎实。<laughs> 我们这样问完一圈回来以后，我们我们客户几乎都几乎都没事。对、啊、我们最多就是那个好像只有一个柜子的那个旁边那个边角稍微拖开一点，打个十一孔就结束了。然后就想说，哦，幸好全部都安然无恙，没有灾情，真是太好了。因为我们听到一些其他同业或楼上楼下邻居说有那种瓷砖整个膨工裂开的啊，嗯、还有整个。 呃，柜子坍下来倒下来，<哇>然后整个碎掉的。嗯，然后我们突然觉得，哦、还好我们家都没事。虽然这样子不能这样讲，<laughs> 但是我觉得我们家没事真是太好了，就觉得很骄傲啊，做得好嘛。<laughs> 对啊，我们家没事真是太好了。嗯、不过最近要找我们去做维修的话就不好找人，因为所有的师傅都都跑去维修别人家的。哎 <laughs> <laughs> <laughs>、欸，其实这样聊一聊，今天哇，不知不觉我们也聊蛮多哎、欸。其实怡红给我们分享是很精彩的。那。 呃，其实，在节目的最后，以后有没有想要聊一些对于未来的展望，或是觉得哎，以后这个木工家具这个行业，或是品牌有什么一些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嗯、呃，就最近这几年嘛，我们在经营工厂的时候，因为呃，大家都知道台湾的这些树木都是被保护，我们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树的，我在家里种了好多的树。那我们是从国外的人工栽培林去进木材。 所以在这样子人工栽培林，他们在养木头的时候，同时也帮助了森林里面的动物、植物的生长，因为它是一种混合林。那所以我们希望是用这样子比较保护类的原料来到了台湾。那来到台湾制作的时候，我们又希望这每一张桌子都可以陪伴家里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不要成为那种随便被丢掉的垃圾。 所以我，我我觉得，呃，环保这件事情，我本身是非常重视的。那在漆料方面，我也是很希望是推广说，要不要用水漆呀、啊？要不要用不要油漆的东西啊？来来来，来找我。<laughs> 对，那嗯、呃，目前嘛，我现在有在，我们大家都在观望说 AI 会怎么样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其实真的是拭目以待，因为在我的想法来讲。 一个好的设计不只是一张漂亮的设计图，它要让使用者去使用那个东西。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一张椅子，我要坐下来那种，哇，好舒服的那种感觉。那这个是 AI 可以取代我吗？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会继续努力下去。哇，谢谢，非常谢谢以红。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啊，那请要积极帮我们追踪一下。那其实不管是 iPhone 手机或者是 i n r o y 手机，它那个。 右上角都会有一个加，你点一下就可以继续追踪我们节目。好，我们叫做看不见的设计啊，记得点击进去要帮我们按五颗星的评价，还有留言。有任何想听的主题，都可以在底下留言给布克老师，那我会尽量满足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愿望。那我们今天就非常感谢怡红，那我们敬请期待我们每一集每一集更精彩的职人故事。好，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